把肌肉线条拉长。那第一个是上手臂跟背部，那先左边，那你会感觉到前面这只手的力量把手往后拉的话，就会觉得说手臂有被拉长的感觉。那自己数10到15秒。接下来这个动作是拉大腿前侧这一块肌肉的地方，那在家里可以找一片可靠的墙壁扶着，然后扶好之后把它往后拉，你会自己身体可以感觉到大腿的肌肉被拉开，也是一样5到10秒。这个动作可以常常都有帮助肌肉线条的生成更好。大家最在意的有关于小腿肌线条拉长，那就是没有做的话会有萝卜腿。那你是找一片墙壁或是柱子顶着，那你前脚先把它顶住之后，身体往上拱，然后就可以感觉到说，